瑶瑶，你不是刚看完剧版吗？怎么又在说动漫版了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看你说剧说得这么辛苦，来，吃一颗我特地为你买的鲜品苹果吧。哇，今天终于大发好心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是粘土做的苹果？因为呢，这是我刚买的粘土啊。What？ 有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。那也不能拿粘土来毒我啊。你不知道吧？白雪公主就是因为吃了毒苹果才遇见了王子。白雪公主是谁？不是吧，你居然不知道？白雪公主可是我小时候听的第一个童话故事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？所以你买粘土就是为了做个毒苹果给我吃？错了，我要给你做一件白雪公主裙。哈，你又要整我？哎，等我做完你就知道啦。哇，拉起来很解压哎。主人，你赶了这么久，到底好了没有？马上就好了。粘土啊，粘土，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魔镜魔镜 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， 谁？